不想回头了，把孩子们还给我。只懂诵经念佛，逆来顺受，还是被杀？弱者被杀，这是世界的法则。法则？这里连地狱都配不上。所谓的，只不过是在制造地狱。连那个 K29，一点都没变。一意孤行，必遭毁灭。 俺が教えてやると。 Ah!